耶、欢迎来到内裤侠的不知道要干嘛单元。今天要干嘛呢？今天要介绍我们平常是怎么做音乐的。我相信有些人应该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做音乐吧，那我们今天就偷偷的告诉大家我们平常是怎么做音乐。那首先先介绍第一样来宾登场，第一样来宾就是这相信大家不陌生，有看过的影片应该看到每一部影片都会有这个桥段啊，这就是里面的主角。这个 Ronnie 呢，它是一个钢琴的键盘，然后它按起来是软软的，每一个按键呢都跟钢琴是一样的。那它里面有内建很多的音效，那它还有更大台，我是这种比较方便携带的。通常呢，你们听到的乐器主旋律就是由 Ronnie 弹出来的。这样大家了解了吗 ？OK， 我要介绍第二样，第二样东西大家一定知道的，说，它是一台电子琴。那它主要就是，如果有其他乐器，像是鼓啊、提琴啊、弦乐，还有一些杂七杂八不一样的东西，我都是借由这个，然后就是弹出来的。对，那现在呢，我就要先切到电脑里面，让大家知道我们用什么东西，然后去制作的。录一次 ，Let's go。好的，来到了电脑萤幕啦。那今天我要介绍的是就是这一款 Live。那我现在简单来讲，我今天要讲解的这个是乌龙派出所，我用乌龙派出所的首歌来做讲解。我先播放一下它的歌曲给大家听看。这就是原曲。那你有没有看到下面有很多不一样的音乐？这就是我们自己弄出来的。那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，可能像一些弦乐东西，或是 live 里面没有的音色，那我们通常都是用音乐东西的取代。那像 Rolly， 它就内建很多。来打开给大家看看。OK， 现在打开这个面板，就是 Rolly 的面板，它就长这个样子。那你看旁边 Rolly 有很多的 bass 啊、鼓啦、钢琴啊、提琴啊、vocal 啦，还有一些。吹的，那这边都是已经做好的雷鬼，这边来给我们听听看。基本上音乐就是这样出来的，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再把它转换。现在用给你看。好的，现在呢，我开起来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个是完全空的。是一开始的画面。那我刚刚那些音乐啊，我会经过一些大师的巧手，好，帮我们再把它修饰的更细腻，就会变成这样。你看哦，这个就是经过大师的巧手，再帮我把我做这些单轨的乐器，把它修饰得更漂亮，就变成你刚刚所听到的这样。那接下来呢，重要工作来了，现在是不是杀了什么主旋律？那我们现在马上示范弹一次主旋律给你听看。好，找到这里，好，把它弄进去。OK， 那已经有我想要的音色。好，随便找一个音色示范给大家看。好，那我现在示范弹多里的老板哦。
弹出来的。那你看我刚刚按这个录音之后，它就会弹在下面。那我现在先切回到人像。好的，回到人像。刚刚呢就介绍了 Rolly 还有这台钢琴，那当然还有我们用的软体。啊，基本上呢，我们那部小的音乐就是这样做出来的。当然做音乐其实是很累的，因为每次只要一做音乐都花点钱，通常只要一做，我们现在还七点，那可能做完音乐已经半夜，就不知道。而且通常我做完音乐，因为我比较专业，那我做完音乐呢，我知道哪里专业的，有专业的一些师傅们、老师哥们，给他们再帮我修饰的更漂亮，把它弄得更饱满。那我都还在训练当中，也还在练习当中。那希望大家可以陪着内部侠一起成长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加油！知道我们的音乐怎么来之后呢？希望大家可以更喜欢我们的音乐，更喜欢我们的作品。如果想要听我们 cover 什么歌，然后内部来谈，有什么建议都可以告诉我们，好，我们会虚心接受。那就在这边跟大家说声谢谢啦。好啦，那今天就到这边。希望大家对我们的音乐会更加了解，更加喜欢的影片。当然哦，喜欢的记得要按赞、分享、加订阅，还有小铃铛打开。那我们就下期见喽，拜拜。